你看我的衣服有时候莫名其妙就消失了，不是被打掉了就消失了，然后今天上的是上号的时候又出现了。妈呀妈呀，你没感觉这个摸地这边好像很多那个很危险的样子啊。嘿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木桃做的鱼木鸭小铃铛。嘿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驯龙高手第六集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推荐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。上期视频咱们是去到那个摸地挑战了摸影龙，当然中途发生了一些关于狗当爆笑的事件。那么咱们这期的话就那个去一趟那个摸地的另外一个岛屿。咱们的整合包是有增加那个什么末地扩展的，所以走，咱们现在过去看一下吧。去吧。本来上一期算是咱们的那个最后一期了。走。去吧去吧去吧。末地遗迹，你过来呀。你认得？哪里去了？我在打指令啊。而且你就算去了那边我也可以提醒你的，你是不是傻？好，我已经过来了，传送一下最后的死亡标记。我的妈妈呀，这总共多少个啊，这么看得起我的吗？战斗的事情交给哥哥来，我就赌他们皮比他们厚。妈，这个家伙皮好厚啊，皮比我还厚。打了他多少下了？我他还回血的，大哥你开挂吧。打扰了，找那个小洞洞。哦，小洞洞在前面。难道我受不了了。和平吧哥求你了，我要死了。我受不了了，夜色出来吧。哎，让我骑他，我要骑夜煞。怎么感觉我骑上夜煞之后，他们好像都不见了？我在这，电死你们！我来了！啪！你听听自己的死亡标记点，它不香吗？啊！我这不是给你解除危难吗？这么多怪，对吧？不想理你，都不想搭理。龙子哀伤来一口啊！小叶子啊！哀伤和吐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这里还有两个。OK， 我这里还有一大群啊。特别是这个穿金套，妈呀，这打不完的。六了。收。打不完的。反倒还越打越多。我去钻小洞洞了。这你呀、啊。电轮在身上。好，沐浴室丢球机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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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惹不起，我还躲。安全。哎呀！完了！为什么你还挤我一下？怎么的？我挤你？我还是丢球击中我。哎，穿过去了，为什么我没过去啊？哎，我过来了。哼！你过去的时候，你不会想着给我一个梦影珍珠吗？我怎么进去？我怎么进去？你打个小黑呀！哦，我的妈呀！这摸底好漂亮啊！你不会 TP 我吗？是不是傻？你说你是不是傻？说的也是那么回事儿。这本书好像没什么用哎。嗯，看一下，你看，你看这个摸底，摸鱼是丢球技术，完了。耐心。这太远了，丢不过去啊！我要不骑着夜煞飞？这好多在天上飞的是什么？灵魂。四阶的冰龙啊，五阶的冰龙，七阶的火龙。哎，为什么两条夜煞？我的错觉，出 bug 了吧？可能的，你看我的衣服有时候莫名其妙就消失了，不是被打掉了就消失了，然后今天上的是上号的时候又出现了。妈呀，妈呀，你没感觉这个摸底这边好像很多那个很危险的样子啊？那不肯定的，所以我基本上没有打算去参与战斗，交给你了。哦，我夜煞的血量有点低了。那种模式找到的，因为骑着那个夜煞还有其他的龙飞特别卡。知道，这是个海盗船，先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这是挑战这个什么末影巨蟒。什么？好多钻石，你激动成这样。好多钻石，还有这个什么碧蓝浆果，什么东西啊？莫急啊。我还有这个什么幽灵斗篷，这个应该是幽灵斗篷吧？不要，来吧，咱们挑战这个家伙。嗯，这次我就用那个霸主龙，
上场了吧。OK， 总共七只霸主龙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哦，八只。什么东西啊？你丢了个什么药水？不要，哼，真打人需要这种东西吗？你不要，你给我，你丢这干嘛？你能不能在我丢的时候，在我丢之前说啊？你下去啊！这一拳，你去！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？你怎么这么脆？哎呦我的妈！等一下，准备好笛子，好，我上了。去吧。这么快？哎，我打他，我感觉就不掉血。你给我下去！我还把他给打爽了，他还回，他还冒安心逃的，我的妈！呵呵呵，你那不是回血吗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个笛子吹的你还来打我，就有点过分了哈。我还是骑着我的夜萨吧。
走吧，打不过。打不过，不存在的。谁呢？笼子挨上来一口。什么鬼？好 ，OK， 走了，六了，六六六。好了，好了。我这水里面好像没有冬天哎。看看吧，这什么湿的门格尔海绵？对呀，还有气泡珊瑚啊什么的，好漂亮。哇，这个末地世界可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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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咱们这期咱们这一季就这样解坑了吧。好的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《驯龙高手》第六季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个系列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